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淘淘老师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给大家讲一讲按要求分类的拼音题我们应该怎么做。首先，你在做这样题目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清楚它一共给了你哪些声母和韵母，它有多少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正常情况下它和这个分值是相同的，也有可能会两个一分。好，总共有15个，你要把它们分别送回家，哪些是声母，哪些是韵母，哪些是整体认读音节。我知道的有一种方法孩子们用的比较多，是什么？直接去找声母。比如说我看一下啊，这里边第一行是声母，我要把声母给做完，开始去寻找了，找到了喝，然后他就把喝给写下来了，然后接着找之，它不是，找的，好，的是声母，我又把它写下来了。他用这样的方法去找。我告诉你，不赞成你用这样的方法。我教给你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你不要去啊，把声母看作独立的一道题去找声母，然后再去单独找韵母。你用这样的方式找的话，很容易找漏掉。怎么找？你从第一个开始，一个一个把它们送回去。比如这喝，它是声母，你发现了，你把它写进声母后边的格子里，然后轻轻的在下边做一个记号。接着你就向后看，之，这是整体认读音节，你就把它送回整体认读的家里去，做一个记号。我们孩子用的是铅笔，做完以后记得把它擦掉。好，到第三个的，我们把它送回声母的家，再看，这也是声母，把它送回去。到这个地方了，晕，它是整体认读音节，我们就把它送回整体认读的这里。再看思，我们把它送回声母的家。呜，这也是整体认读。好，到这里了，耶，这是一个韵母，而且它是一个复韵母。你看，你用这样的方法一个都不会做漏。 U 送回到声母啊，这里又到了一个整体认读音节。好，再看 for， 这是声母。约，这是整体认读音节。好， N， 这是后鼻韵母。再看 z， 这是声母。我们已经做到最后这一个哦。好，你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看到吗？我们把它们一个一个都送回家了。用这样的方法来做题，绝对不会错。然后就是按顺序写出23个声母，这个我就不说了啊。这道题之前讲声母考点的时候讲过。再看这里，有一道题，这个是特别的难，许多小孩一年级拼音过关的时候，他考了99分，他丢分都在这道题上，这道题太难了。那这个难题当中，它还有一个最难点在哪里，也就是关于小鱼去点的这样的一个规则。为什么说它太难了呢？我们能够看到啊，这个是音节的分合。我们从学两拼音节就开始写音节的分合，因为我们回家以后在写作业的时候，老师会布置我们波啊，好，波和啊，它可以分成什么呀？声母波，韵母啊。那这两个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可以组成什么呢？你看，这就叫分，这就叫合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是我们从学两拼音节就开始啊，要学习的这样一个知识点。从两拼音节的时候还很简单，为什么？一个声母，一个单韵母。但是到复韵母、鼻韵母的时候就比较难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到后边啊，你比如波，它可以和安，它可以和昂，字母多了，有些孩子你再让他去分，他就不会分了。你看，他分不好了。
这个地方是又上升了一个难度，然后最难的来了，在哪里？看到没有？翘舌。好，声母的翘舌出来了，给你一个，你当然你觉得，哎，这个很简单呀，我们声母拿出来，韵母单独写。但是你看，三拼音节怎么办吧？怎么分？许多小孩他就不会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学方法。我在上课时候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？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啊，你学习的进度要慢，题目要简单，尤其是刚开始学的时候。为什么？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幼小衔接，而是培养孩子对拼音的兴趣。兴趣是从哪里来的？孩子要能够从学习拼音当中获得成功感，他有成就感，他才有兴趣，他才有自信。你刚学完拼音，你一道难题打下来了，孩子一看，哦，我不会，哎呀，这拼音太难学了，我不想学。孩子畏难是天经地义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哪个孩子他就是喜欢去钻研的。那么小的孩子几乎都是什么？他不喜欢做难题。咱们家长回想一下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去学一样新的本领、新的知识的时候，我们去了解一个新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的？为什么很多人现在都是流行快餐文化？他容易接受啊，对吧？他碎片的、零星的这样的知识，你也容易接受。但是系统的、复杂的，人们不想去学，没有兴趣，因为学起来难。所谓的难，就是你学不会，你学不会，你的信心受到了打击，你就不想学了。这个孩子五六岁，他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在学拼音的时候，我经常说，我说大家看到没有，我的拼音题都简单，我是越往后越难。但是刚开始我要保护的是孩子们学拼音的兴趣。他觉得我今天学了三个单韵母啊、哦、呃，我学会了，你让我学四声调号，我学会了，我能读准，你让我做连线题，我能做出来，哎呀，我太了不起了，这拼音也不难学，明天我还要去学。这就是什么？每个人教学方法不一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不能说填鸭一样的往孩子脑子里塞，他没学会你就开始批评他，哎呀，你看别的小朋友都会了，就你不会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话说多了他就不想学了。所以在我们幼小衔接的时候，或者说孩子到了一年级的时候，家长们一定要注意，你要保护好孩子学拼音的兴趣。保护好兴趣第一重要，学慢一点没有关系，慢慢学，慢慢教，知道吗？到后期孩子都会跟上的。那你说我慢慢学我就不管他吗？当然不是，慢慢学慢慢教也要学，对不对？只是什么，咱把进度放慢。那比如说做这样的题目，这已经是拼音学完了，我们要去做题了，这种题目是非常难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这是给了你一个特简单的这几个，为什么要给你这么简单的呀？啊，就让孩子刚做这题觉得不难。你看歌和乌还有啊，中间是个介母，我们现在后边给了几个括号呀，我们把它分开，分成三份，三个括号，三个括号，三个字母，你就记住我说的话，第一个字母直接填在第一个括号里，然后你去看第二个字母，假如第二个字母不是喝，你直接把第二个字母填在第二个括号里，然后后边剩下的它不管有几个字母，你都填在第三个括号里。如果它头上有声调，你把声调标上，它没有你就不标了，知道吗？这是方法。然后你看第二题啊，它是两个字母，声母韵母两个括号，这样题目是不是做起来比较简单啊？那真正的难题来了，但是我把难度降低了，为什么？你看第一个吃是不是已经给你了，那你要做的就是区别后边剩下的这几个字母，怎么办？告诉你，中间这个括号里，你记住我今天的忠告，只填一个字母，只填一个字母，中间这个括号记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只填介母，
介母就是一个字母，所以后边不管它剩下多少，直接抄进去。能听明白吗？给大家这样举例子啊，给大家这样举例子，音节的分，我们看到有一种是什么？有一种是这样的，很简单。我们再来，很简单。你看好了，这都是什么？两个括号，但是这音节它已经不同了，对吧？都是两拼音节。像这样的，你直接就把第一个字母给抄进去，然后后边不管剩多少，都让它到第二个括号里去，这就是分的方法。另外一种情况除外啊，看好了，这种你后边依然是一样的，我们不加声调，我们来看，像这样的怎么办？你和前边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你说我能直接抄吗？不能。我告诉你，有喝的这样的题目你要怎么做？你先写第一个，把它抄进去，看到没有？然后你去看第二个，如果第二个字母是喝，怎么办？把这个喝也放进第一个括号里，你记住了，这是他的家。那假如刚开始就是他自己呢，你也把它放进去，你就记住了，这个喝它一定是在第一个括号里的，能记住吗？这个方法。然后后边还剩一个括号，你把剩下的全部抄进去，不管它有几个字母，看到吗？这样的。那你说如果遇到三个啊，就是三拼音节了怎么办？来，这是给你啊，三个括号的怎么分？你学会分了，慢慢的你就学会合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给大家的这个例题啊？就是不管后边剩这个韵母是什么，你看好了怎么做？依然是先去找第一个字母，直接抄，然后你再看第二个字母，第二个字母不是喝吗？抄进去，因为它的家就在第一个括号里。那接着你这后边第二个怎么办？中间日怎么办？这第二个字母，你记住了，它只可能在第二个这括号里，然后后边剩下的无论多少，你直接抄到第三个这里边去，就能记住吗？一二三，三个步骤能记住吗？那你说中间这个还有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中间这个还有可能是一。比如它还有可能是一，那这三个啊，它有没有喝？没有，那就他们三个直接住到第一个房间啊，中间这个住到第二个房间，后边剩的不管是多少，直接分到第三个房间里去。我今天讲的音节这个关于分的方法，大家能听明白吗？没听明白没有关系，你把我这个视频回放你再听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教你考100分的诀窍。今天说的是第一个点，后边我们还要说到，要涉及到一个什么呢？要涉及到一个迂，这个放到最后讲。我现在说的都是最简单的啊，都是最简单的，你记住了。下一个视频给大家讲迂，讲到迂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哎呦，太难了，这个弯拐来拐去，也难怪孩子遇到这样的题目他就丢分了。所以真的是学拼音能够考100分的孩子，不仅聪明，他是真的学会了，否则他考不了100分。我在上课时候我经常说啊，我们说我们要读准写好，但是我们还要学方法，因为许多拼音题都是有方法的。喜欢我的分享可以点关注我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